各位观众你好，每次我来香港都觉得特别亲切，因为我在香港的时间不多，每年只不过来香港两次，每次逗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一个星期，但是香港的朋友对我一直都是这么热情这么爱护，所以我来香港无论几忙我都要抽时间为各位朋友唱歌。不知为什么每当我第日无线电视台呢，我就觉得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。到过很多地方，好像日本、东南亚，虽然每个地方有它独特美丽的景色，但是一到夜幕低垂、华灯初上的时候，无论我在哪里，我都会很自然地想起香港，因为香港的景色的确是比较其他地方更加令人陶醉的。好多朋友写信问我，你生活的那么忙，每天东跑西跑的，会不会想家呢？当然会了，尤其是离开家乡很久的时候，更会有思乡的感觉。故乡的小桥流水给予我很深的印象，住惯城市的人也许不会体会到乡村的景色，那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。有一次我唱完这首歌，有位观众跟我说，他说用月亮来代表我的心不是很贴切。那我问他为什么呢，他说月球表面呢就凹得不平，不适宜拿来代表一个人的心。他还说月亮只可以用肉眼看到，不可以用手摸到。好了，那现在呢我就送一样可以看到又可以用手摸到的东西给你们。很多朋友不约而同的这么问我，邓丽君你有了男朋友没有？我自己都很希望能够答话有了，不过可惜事实上呢还未能够这么说。有很多朋友问我，那你选择男朋友有什么条件呢？喜欢日本人、意大利人抑或中国人？这个问题我自己就没想过了。我认为如果你爱一个人呢，跟他的国籍根本没关系的，想爱就爱，何必想那么多呢？各位朋友你们好吗？我是邓丽君。这里呢就是我 Tokyo 的家了，我来到这里已经有四年的时间。如果问我喜欢 Tokyo 呢又是喜欢香港呢，我当然喜欢香港多一点的，因为香港呢人情味呢很重。我在日本的生活呢平时除了上班就在家里看看电视听下唱片，有时呢就揸车同妈咪去横滨去食中国菜。那里呢除了中国餐厅呢第一点就没什么好看的了。还有我上次欧洲和美国回来之后呢，因为我在美国的 New York 看到他们的舞台剧，即是 musical， 那些人呢跳得又好唱得又好，所以呢我回来日本之后呢就现在学着 modern dance 和钢琴。虽然自己一向有四海为家的感觉，但是香港对我来说是有一份亲切感的。今次来香港可以逗留一个时期，
我想可以放松下自己，休息一下啦。喂，哎，我是邓丽君。哎，有空啊？嗯，啊 ，Jimmy 系嘛？我拍特辑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嗯 ，OK，OK， 系咁先啦 ，Yeah， 拜拜。拍特辑，虽然会忙一阵，不过我谂呢个特辑播出嗰阵时，我已经离开咗香港啦，等大家仲可以见到我，谂落都值得嘅。喂 ，Jimmy，、嗯、我啲特辑啲歌减咗出嚟未啊？减咗好多噶啦。哇，有咁多啲歌啱唱啊，好啊。唔系喎，呢沓唔啱噶。啊，唔啱噶？好啦，咁就减歌啦。一齐减啦！诶，呢张唱片呢啲歌唔错喎。嗱，呢首咧，呢首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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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有冇边只比较快啲啊？做个特辑真系唔易噶，净系减歌都已经够头痛噶啦。我哋嗰晚嘅布景咧，个地板全部铺满黑色胶片噶。咁我希望你咧就着嗰啲衫咧，唔好着得太沉一色。即是浅色的鲜啲啊！有冇边啲衫可以俾人睇睇好啊？嗱，我觉得呢件粉红色旗袍嗱几靓啊，颜色。嗯，唔错，几鲜色。嗯。但系我同你拣嘅歌咧，比较系即系活泼啲嘅。哦，活泼啲。咁有冇即系旗袍？就冇咁老成。好，嗱，就呢件黄色嘅，你睇下。黄色。啊？哇，几靓啊，几活泼。嗯哼。可以，哇，几好。我想第二啲女仔揀衫著咧，都冇我咁麻煩啦。你說過你一定會來這裡看看我，又 Q 是第二啲喎。你說過你一定會來這裡看，呀，第二 Q。一首歌的完成要经过很多阶段，编曲更加要一丝不苟，有时一个 key 不啱要重复又重复咁试，所以一首歌是很多人的心血结晶来的。这些程序虽然复杂，不过为了有更高的水准，所以是不可以避免的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们一定以为我们唱歌的，当然扮得很漂亮，穿得很漂亮，轻轻松松地站在台前表演的，其实都不是那么轻松的。好像一路起音上嚟咧，又严格又认真，心情都几紧张下嘅。总之，台前台下啲感觉完全系两回事嘅。Julissa， 我谂我哋再嚟多次啦，好唔好啊？嗱，我又要走啦。有时我哋系要咁来去匆匆嘅，不过。只要相聚的时候，你们和我都是这么开心，那时间的长短是没关系的，是不是？